先是早上八点半，辣椒，还有今天有红苋菜都已经卖完了，还有苦瓜也卖完了，丝瓜今天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已经卖了一大部分丝瓜了，茄子这次也比较多，还晒得比较丑了，冬瓜今天是一个大冬瓜，现在也是卖了大部分了。这个肉丝瓜特别大，很胖，这大的是2块钱一斤，那小的4块钱一斤。7块钱。7块1块你就回回风。8块5就行。这根大丝瓜是一个顾客买了的，放在这儿了，等会儿来取的。菱角丝瓜，第一次出摊，菱角丝瓜卖的贵一些，5块钱一斤的。今天出摊的丝瓜特别多，藕也快卖完了。冬瓜快卖完了，今天的茄子和丝瓜是最多的，西红柿已经结束了，西红柿藤蔓都干死了，没啥菜啊。陈一鸣在测试里，回来了，中午12点，没问的。谁说的后面去？
茄子又把芝麻的零食给扒占了，你看它多霸道。芝麻在看，让我给它抢回来。来，我去抢，再给你一个新的。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小零食。哎，你又抢他嘞！再给一个。他说了，估计写不敢不开。一提点儿也好，他只能说啥就。啊，茄子一直在这等着的，他闻得到香味儿。是谁呀？好心，今天你想吃了？他知道是给他煮的。这个费是菜市场的肉摊老板给我们家狗的，他知道我们家有狗。把汤倒也得煮下来，现在我们的还好便宜啊，这几块钱钱。哇，你肚子那越来越大了。哎呀，很好，今儿你把这个搞好吃的。老爸今天卖了700多块钱，因为他还买了个猪头肉。猪头肉不行，还有汤干。就是给我们家茄子送心肺的那个猪老板，他们家猪头肉。这两家伙的饭盆吃的干干净净。茄子芝麻凉。这两个还在守着，他们俩其实已经吃过了。你看这个盆儿吃的光光的，都已经反光了。这个盆儿还烧的那个猪头香，还要吃，香啊！等会儿回去啊，你看，带着鸡蛋回去尝尝。哇，大餐耶！茄子芝麻的大餐耶，还舍不得走，还一直守在这儿，吃的饱饱的。我们不，我们洗手呢，瞬间换多少杯钱？这是芝麻的饭盆。给我煮完了。